大家好，我是杜迪，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们来继续学习 Zigbee 的大型项目。前面我们主要讲一讲一些设备模块的这样的一些编程方法，可能是稍微比较简单一些。本节课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就是关于 Zigbee 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稍微简单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编程。实际上就是在一个设备上按一个键可以控制另外一个设备上的 LED 的灯的这么一个模块。那么我们打开 IIR， 我们在这里打开，通过 IIR 打开这么一个工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程序的话，好像我们这么一看好像很复杂，就是这里可能是有很多的文件。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笔它本身是一道协议，如果通过这样一套，通过我们的这个 CC2530 然后配合的这么一套协议代码去实现了这么一个这笔的协议，所以它的这种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就是结合这么一个工程，我们来具体的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所涉及到的这么一些文件。实际上这是就是德州仪器，也就是 TI 提供的关于这种 Zigbee 的这种解决方案，它是叫 Z-Stack。 可以上这种 TI 的官网上下载这个 Z-Stack 的这个包，实际上它是一个安装包。那么安装完了之后，那么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目录，让它一个 exe 的文件。那么我这里的话，它被就是实际上是安装在这里，它产就是最后的话就是安装完了之后，它是这样的一个包。那么这里的话就是包含了它的相应的这么一些文件，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它产生的这样一些文件，我们会要构建了这么一个项目工程项目。那么在这个目录下面有这种比如说组件啊、文档啊，还有这种项目啊，还有这种工具啊，这么一些目录，包括就是它的使用方法的这么一个文档。那么在这个组件下面的话，我们放的是类似于库的这么一个文件夹，里面放了一些我们所使用的 ZDO 还有 Java HAL 还有 ZCL 等库的这样的一些代码。那么这个文档下面呢，这里里面是一些 TI 的一些开发的文档，比如协议站的这种 API 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些描述。那么 Projects 下面的话是这种，这里面的话是 TI 协议站的这样的一些例子程序，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程序，然后稍微做一些更改的话，然后就可以用到我们的工程项目当中。那么 Tools 下面呢，就是 TI 的例子程序的一些稍微机制力的这样的一些程序。那么这里主要是作为一些工具来使用。下面我们为了进一步开发的方便，我们把 Z-Stack 的 AR 下的工程目录逐个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 APP 下面就是实际上是作为应用层的这个目录，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在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是构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协调器，
还有下面的话是要见我们的终端设备，下面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路由器。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些是打叉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去配置我们的当前的设备，是一个比如说是这种协调器，还有路由器，还有这种终端设备。如果假如说我们当前想编译出一个协调器的话，必须用这种终端设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选这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不是那种打叉的状态。那么 HIO 呢，他们下面的话，这里面的话称的是硬件的七层，包含的是和硬件相关的一些配置啊、启动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操作的函数。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OSAL 这里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协站里面，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通过一个操作系统去实现，我们在这里的话实际上是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那么在这下面的话，实际上是 AF 层的这样的目录，包括 AF 层的这样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函数。下面的话实际上顾名思义，也就是它是和这个安全服务的目录，包括安全层和服务层的一些处理函数，比如如何加密啊，这样一些事情。下面的话 Tools 呢，就是工程的配置的一些目录，包含了空间的划分啊，还有这些 JSTEP 相关的一些配置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的 JDO 下面的话是这个比应用层的 JDO 的这样的子层的一些模块，也就是设备地下的这样的一个目录。那么这 Mac 下面的话定的是这个比的 Mac 层的目录，包含 Mac 层的一些参数和 Mac 层的这个 LIB 库函数的这样的一些回调处理的函数。那么这个 JMaker 下面的话是主函数目录，包含了 lookup 函数和这样的硬件的一些配置的文件。这个 output 呢，下面就是输出文件的目录，主要是 AIR 在编译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么一些文件。那么这里为了能够就是更好的理解，我们画了一个图表来比较一下这笔协议站结构和我们这里的这个 JStack 的相应的这种关系。通过这个图表，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我们在 Zigbee 的协议站结构就是这么相应的，就这么几层。那么应用层的话，定的是我们刚才那个目录的 APP 和 OCR 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 JDO 呢和 APS 呢，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JDO 的，将刚才的那个 JDO 的那个一些东西。那么 AP 层呢，就是定的我们这个 profile 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的这个笔的网络层呢，实际上在那里实际上也定的是网络层。那么 Mac 层呢，实际上定的是 JMac 和 Mac 里面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 boot 层呢，定的实际上是 HAL 和 Mac 层的一些东西。那么下面的话是安全服务提供商，那么定的就是我们这个下面的一些东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所做的这笔的这个通信模块。这里我们主要是设计了两个设备，一个是协调器设备和一个是终端设备，通过按终端设备上的一个 SE 键，那么协调器上 LED 的灯，那么就会交替的进行这种什么亮和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实现的原理。
首先我们来分析，首先我们通过软件配置一个设备为这种协调器，然后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协调器的这么一个工程。在系统上电后，协调器呢，协调器就会设置，我们在这里设置为是广播的这样的通讯方式，然后协调器就会通过发送一系列这种服务延已和这种终端设备组成这么一个网络，并获协调器封闭的这种网络地址。那么紧接着协调器和终端设备上就可以开始收发这样的数据，如果终端设备的 S1 键按下，就会向协调器发送一个消息，协调器收到这个消息后就会改变它上面的 LED 的这灯状态，这样我们整个通信过程就算完成了。刚才讲的是实际上是我们需要完成的这么一个就是原理，实际上在这里的话 AR 的配置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配置成协调器还有路由器还有这种终端设备。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里的基底代码，先来看看在协调器中的实现。那么我们所需要实现的这么一个功能的话，基本上是就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去实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所要进行的一个初始化的这么一个函数。那么系统的初始化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就会调用这个函数。那么我们所在这里需要完成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我们需要调用，就是在这里就要设置我们的这种通信方式为广播的这么一种形式。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设置地外发送包的这个地址，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设置为广播了，所以我们就希望向所有的节点发送这种数据包，所以我们这里指定为就是把它的地址指定为是 0xFF 的这样一个地址。那么这里的吧，设置好了这些参数，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服务延已完成和终端设备的这种组网的工作，下面就可以收到这种终端设备的这种数据。那么下面就是经过一些初始化之后，我们下面所需要做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函数来接收这种终端设备所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它的输入的参数就是一个接收数据包的这么一个结构的指针，它实际上会被这种实际上是它会在这里这个事件处理函数中去调用，然后就被放到一个任务的事件列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来分析一下这个函数。那么首先这个函数就会先判断足的标识符的 ID 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足标识符 ID。 那么为什么需要判断这个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保证这种足标识符的 ID 和发送端的一些 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保证是发给我的这个数据
出标准，这里判断出标准或 ID， 那么这个是否是和就是比较一下，就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的话是在我们的这初始化的时候就给它设置好的。紧接着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类似于命令的这个数据，那么实际上就会放置在这么一个，通过它所放置在这么一个指针，就是通过这个指针去指向我们的这种命令的数据，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判断这个数据是不是为幺。当然这个是我们需要就是通过这种协调器和这种终端设备去预先的话去做这种就是协商好啊，看看就是我们是不是收到这个一呢。如果是收到这个一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收到一的话，我们就会做这种就是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函数去改变我们的这个灯的状态。让这样一个函数好像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的就是前面的这种灯的好像这种操作不太一样，实际上它的基本的原理是差不多的啊，只是它的名称可能稍微有点差别，和就是可能这个函数可能就是考虑到了更多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终端的这个设备。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这个初始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这里还是在这个里面做这种初始化。那么它的调用的方法其实上也是一样，它是由系统去调用这么一个函数。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终端设备只能够是以这种单波的形式发送这种数据包，这里就是终端设备它是不可能通过广播的。如果说这种协调器和这种终端设备都采用广播的话，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乱套了啊，所以只能是这种协调器采集这种广播的形式给下面的这些这种终端设备发送这样的数据。那么这个终端设备的话它只能是以单波的形式去发送一些数据，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只需要初始化为单波的这种形式。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设置对外发送这种数据包的地址，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就是在这种协调器上我们把这个地址定的是 0SFFF 这么一个地址。那么这里的地址应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已经说过，就是在这个协调器它的地址实际上是 0S，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地址把它设成是 0x0000， 那么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所发送的这个包是发送给协调器的。那么这里的话我们设置了自己的参数，基本上就能接收这个协调器的这种服务延已完成和协调器的这种组网的这样的工作了。那么下面该干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一段代码。在这个函数当中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事件处理函数，那么它实际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函数当中得到这种调用的，那么然后的话就会把它放到这种系统的这种任务的这种事件列表当中。那么这个函数实际上是检测 SE 键有没有按下，如果 SE 键按下了就会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它就是向协调器发送一个字符幺，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实际上这是和协调器和终端设备协商好。比如说我们
就是发送一个，如果收到一个这个字符1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这种开关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需要就是协商的，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命令的这样的样子。实际上这个函数对我们的就是在开发这种做这种这个笔开发的时候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函数。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函数，那么它第一个函数就是目的地址例行的这么一个指针，刚才我们就是实际上已经初始化过了这个指针。第二个参数呢是端点描述符的这个指针，那么第三个参数是地址，它是地址组 ID。 我们开始就是在这个协调器上已经看到过，它实际上就是要判断是不是这个地址组 ID， 如果是的话，就是说明这个数据包是发给我的。那么第四个参数呢是发送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因为我们这里发送的实际上就是一个1，所以这它的长度就是1。那么第五个参数呢就是发送数据的这种 buff 的这么一个指针，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指针的话实际上是指向我们想发送的这个数据。那么第六个参数呢就是发送的这种消息号。那么第七个参数呢实际上是相应的一些属性的值，实际上这些的话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发生变化的，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参数啊，一个是它的发送的长度，一个是发送的内容。那么第八个总数呢就是表示这种半径的域，实际上在我们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已经讲过，它实际上就是比如说这种网络，就是因为它不是无线的网络嘛，它就是有一个这种就是覆盖的这样的范围，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半径域。其实在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还是这种 buff 的指针和这个 buff 的这个长度。那么可能看到这里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那么 king 值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从这里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实际上它是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是在这个，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函数里做这种轮询，那么这里的话就被查询 S1 中有没有被按下，其实和上面是一样的，然后就把这个函数加入到一个这种时间的处理函数当中，再放到上面所说的这种任务事件的列表当中。至于一个按键是如何设置的，如何读这个端稿这样一些内容，前面的实验模块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分析的比较详细了。那么在这个通信程序中还会涉及到这个的协议站内部的一些代码和 OSL 操作系统的这样一些代码，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实际上我们会在后面的话会逐步的会涉及到，因为如果一下子就是讲那么多的内容的话，可能一下子会让我们会把我们搞的这种就是晕头转向。那么我们先把这些就是我们在开发就是做这种工程的，未来在开发这种项目当中，我们知道就是先要知道就是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去添加我们的一些程序，然后基本上就能基本上保证能够完成我们的这样一些工程的，就是在工程实践中所实现的一些代码。那么把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个编写的这个程序，就是我们实现的这样一个
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基本上就做完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要对它进行编译，因为这里涉及到这种文件比较多，所以它的所需要编译的时间就比较长。那么编译完了之后，我们搜寻到这个设备中心，看这个结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实际上我们就是我在这里实际上就不再演示了，就可以看到这种 S 如果在这个终端设备按一个 S 键，那么协调器上的这个指示灯就会出现这样的闪烁，那么这样的话就证明达到了我们这个设计的这种要求。